在恭请师尊开示之前，我们先做捐赠仪式。此次由尊胜雷藏寺所主办的地藏王菩萨罗天大教黑面金母净土三尊大法会，尊胜雷藏寺将法会部分收入及共生善款的余额全数赞助给中委会。现在我们请尊胜雷藏寺代表释莲生上师将善款交给中委会，请财务处长莲应上师代表接受善款。我们非常感恩师尊法会的大加持，感谢尊胜雷藏寺的发心赞助。中委会颁发奖状给尊胜雷藏寺，请所有的理事同们一起来照相。我们再次感恩师尊的大加持，感谢尊胜雷藏寺的发心赞助。